強勁的投資、多種語言、高質素的生活和多元化社會，令檳城成為一個日益流行的投資熱點。 Mr. Tao 你好。你好，不如你又同我哋介紹下 IJM Land 啦。IJM Land 是一個上市公司啦，喺馬來西亞。咁我哋做咗喺呢個發展地產嘅生意，差唔多30年啦喺檳城。我哋最開心嘅就係近年嚟5年前咧，我哋開始咗一個 project 叫做 Base Water。咁呢個 Base Water project 5年之內已經升值咗3倍啊！所以呢啲係我哋覺得好開心咯，好驕傲。IJM Land Properties 喺檳城有多個發展項目，首先同大家介紹嘅係 The Address。The Address 呢個項目咧喺 location 喺 Bukit Jambu 嘅位置，好方便，附近喺有機場啦，有高爾夫球場、5星級酒店、大學、國際學校。咁我哋一開始買嗰陣咧，啲公寓就賣曬咗。不過而家我哋仲有啲低密度嘅住宅 ，size 差唔多係2100方尺至到2900方尺，售價係马币150万左右。The Address 呢個 project 去同同區啲樓盤嚟比較嘅話，喺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喺設備好豪華。咁入邊仲有配套就係包括咗冷氣啊、熱水爐啊、廚房啊、啲家居自動化系統、保安系統，最重要的就是每一間屋都有3個停車位。另一個項目是位於檳城橋附近的 Pearl Regency。Pearl Regency 呢個豪華式公寓，全海景、永久業權，地方很方便，附近有 Tesco， 幾分鐘可以去到 Georgetown 同埋機場，價格是1.5方尺，港幣1500蚊左右。我哋認為啲租金回報會好，因為附近有高科技跨國公司，每一個單位都有啲半裝修配套，包括有衣櫃、廚房、冷氣同埋熱水。我哋到目前為止已經賣咗20多間俾香港朋友。檳城另一個熱門項目 Vertic。Vertic 呢個 project 咧喺個位置就非常之好啊 ，connectivity 係好方便，喺邊一個地方都出啊入啊都非常之簡單，好方便。咁喺旁邊又有 Tesco、Hypermarket。咁我哋一開始銷售嗰陣咧，一開始就賣曬咗，剩翻嘅單位咧，差唔多係有1600方尺至到2300方尺。咁啲售價係马币110万左右，至到150万左右。而最矚目嘅，相信係擁有超豪華海濱公寓 ，IJM 喺檳城最大嘅投資項目 The Light。The Light 係我哋公司最大嘅 project。會分3期嚟進行，咁第一期咧係全部 residential 啊豪華高貴，咁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我哋會引啲海水入去屋企旁邊，有好多水道，啲魚啊、珊瑚啊，你都要睇到。而 phase two 咧都係好吸引噶，我哋會集中發展娛樂、商業同埋旅遊，入邊包括有酒店、博覽館、歌劇院、購物中心、商業中心同埋遊艇會。咁 Phase 3咧就會有一個好特別嘅海濱公園。The Light 喺檳城一個具代表性嘅發展項目，集合豪宅、商業、娛樂於一身，繪製靈感嚟自檳城自己獨特嘅魅力同自然美景。呢個項目將令檳城決心轉化成為一個真正嘅國際化都市。跨越62公頃優質土地 ，The Light 分3期開發超過12年，預留17公頃作住宅物業用途。Light Linear、Light Point 同埋 Light Collection 將總額近1177間有洽聯排豪華公寓同水上別墅，以21世紀嘅設計概念打造，相信係海濱生活嘅最高標準。實用面積尺價相等於大約1500蚊港元左右，包3個車位。由於 The Light 位置係靠近跨國公司同擁有完善嘅生活配套，預計租金回報可以獲取5至6%。如果對檳城物業有興趣 ，The Light 將會係檳島上重要嘅地點，大家唔可以錯過啦。如果大家想了解關於海外投資，可以 click 入 www.asiahomes.com.hk。